敢那会想到呢啦？我来给你加油啊！阿姐，首先你看到没啊？过伊家的福草轮呢？对啦，新官爷，这是福草轮，给你的条件书。条件书。哎，苏淼，这不知要叫安怎讲去？这是一场误会。苏淼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实在不应该冒险倒转来，但是。我又搁不忍心，无来向苏淼、甲种个苏爷、苏弟来惜别。你要离开，新官爷，你别个离开我，你别个离开我咯。苏淼，我要离开也是不得已，为着咱北管的表局，为着种个苏爷、苏弟，苏弟，道理想要奔走他乡异国。县官，你袂用离开寺庙。我再讲，不管了表舅，无你嘛袂使哩啊。寺庙面前，寺庙，请你原谅我。师兄，敢讲你是惊伊发生乱世无？是啊，大师兄，你这惊什么啦？要大不了吼，今日人八卦搁大车拼者，大家搁来相拍。叫大车拼者。什么你都唔免惊，咱是守法的老百姓，但这个管理好好啊，养伤，疗伤，官府也唔敢来抓你。外边一定来抓我。县王令，福民世间是事不幸。当时无人在救救，初轮的无救，伊可会怎啊命？怀疑初轮，吉必报，吉夫在朝是官位高。上天害你更加做，大宝刺客见功劳，难怪对边不罢休，滥用公道报私仇，官方随即是来追究。表舅不应，我求啊你，互相行动，不方便，自愿伴随哥身边，随我流浪是更不便啊。两位啦，那事后殿下，我是袂怠慢，也算我好家靠心安。我祈求父。
需要你来提供官兵。阿兵，再见不，先把路阿兵们叫走。好，阿兵，阿兵走，阿兵走，阿兵走。那也是你，我以为是卫生款要来服用的，伊未来啊？哦，哼，伊既然敢唔敢来，哪里好？我就来去北关找伊。唔、是啦，苏兄，伊唔是唔敢来，伊是让官兵来。老爷，呀呀，卫生款，这是你最有用的。见了安尼，感受会伤过便利。哎，孙兄，你要去倒位？结婚。你要结婚新婚？对。也毋过，毋是要救伊，我是要甲伊决斗。无啦，孙兄，未新婚已经受到官方的处罚，可是关你做咧？袂用的，无退缩了，就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我这把婚期是难消。孙兄。真紧，今日电话卡哩，就对应袂着。关注，你带这么侪人对这来，敢有啥物代志吗？先生，我错弄掠个，这个讲，上。是。这么侪人对付一个，敢算光明正大？关注，咱南北两关一向是坐水不犯河水，而且阁无啥物新仇大恨，哪有需要用到这款的场面？当然有需要咯。两年前阮北关暗无飙车的时阵，竟然有人伫中途劫烧阮的飙车。你讲这种的行为，敢是君子？啊，阁有人阁较少年呢，有人比武输袂起，阁何必靠南关抢夺胜利？这款手段是更加卑鄙。哼，亚姑，你来先安尼。好了，过去的代志暂时莫讲。苏林若是有混乱，苏林解决，不应该交给官方。对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若是有本领，干脆来找我好处轮，不应该对阮来种一个下毒手。哼，那是恁家代志呢，跟阮一点也都无关系。阮新款呢，绝对袂安尼做。对啊。阮楚伦师兄也袂去交接官方。啊啊啊啊！我听去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有受伤吗？我不要紧，这无你的代志。你紧闪开。慢些，各位，请让我讲几句话。我的保兄楚伦，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，
伊绝对袂去交给官方来掠魏心权。点去？哼，恁两个是兄妹啊呢，一定会互相摊好，什么人要相信你的话？各位，我是朝廷的钦差大人，我用个唯一证明，这是事实啊。我再讲，恁双方就应该彻底查明这个代志，唔通妄动干戈，互恁这个暴发成为无妄之灾。恁讲，安尼对无？好，这件代志我会尽力追查，这必须要连干我来找你算，后会有期。是份，因为无同我了解。苏影，你我已经准备好，你才是要行。阿兰姑娘，这几天多谢你的照顾。你敢无想要跟我来去普罗城耍一下？唔免啦，苏影伊，这位未来的大嫂。这大哥确实真相配，恁准备何时成婚？对了，大哥，这回回来厝的，是不是要禀明爹娘嘞？这，你去王正又开嘴，亲娘，要不就拜托你先倒转跟阿娘讲一声，叫阿娘为我做主，安怎？
请放心，我知影应该安怎做。楚伦兄，我嘛有代志想讲要拜托你。你也知影，咱两家一向不睦，就算讲我痛媒提亲，娘子嘛无一定会答应婚事，所以。哦，原来是你甲阮小妹婚事。青梅，你的意见呢？咱先来去外口谈买，等你。哎，青梅，你唔当做这咱两个代志呢，青梅啊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是想讲要麻烦你踮在林俊林东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我知影，其实你也是一个老实的读书人。你甲阮小妹青梅，应该是天生的一对。你的代志就包在我的身上，我会尽力出席。真是的，楚伦兄，那安尼，我就先多谢你。我的也是，我真重的任务要完成。咱是着对阮死无活，紧，赶紧想一个办法离开这所在。阮敖阳祥，我叫做敖阳文道，有嘞。本官奉命来这个所在，是要来处理公事的，请你先开。慢请。杨大将军，到现在人无伫个府邸，我想我用个带你来去找你想要见的人。请。对。
余将军，本官乃是奉命要来带这两个人入宫来去见皇后。来啊！来！将军，大来！慢些！啊！余将军，左大将军有令，我军任何人未使将这两个人带走。来啊！凡是伫要做事的人，格杀无论。是。人大来！参见王爷。你讲余心环是倒一个？禀王爷，就是伊。